2011过去了。2011我觉得很特别，是我可以在今年的一开始就可以先把这样的一个时间分给我们身上。哦，2011年的第一个钟头，我们献给神，阿门。是神要我在2011年突破的话，比2010年更差。好，更多的突破，对不对？加满打。你不要去写霸王。哈哈哈哈哈。七八小五吗？属于努力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真的，嗯 ，OK， 好。所以每一个人在今年哦都会有心事。我突然有点想那个，想那个。转过来，不是这个啦，那个我线上声音给你啊，我们唱完了之后，好好太阳，那个猪，好来，我将资金，在新的一年，你的愿望怎么样实现？我们的愿望能够实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 key point， 就是你把自己怎么样完成一件事。因为刚才我讲过了，我不晓得你在写经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讲？如果我们的经验是靠着自己走，或者望求，你的经验会不会达到？不会，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么的好，唯有你将你自己完全献上，将你的愿望完全献上给神的时候，神就能够成就一切超乎所求所想。阿门。好，灯光虽然关暗，但是眼睛不可以闭起来啊。好。好的唱，认真的唱，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。